我们先回顾一下啊，上一节课呢，我们提到了18年前去世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呢，帮我们理清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什么是科学？科学理论呢的属性，注意是科学理论啊。第一个呢，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拥有可证伪属性，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啊。第二个呢，是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只不过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假说，它很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被推翻，即到时会出现一个更好的假说。当然，那个假说也必须是具备可证伪属性的。这里呢需要一个小小的补充说明。第一个呢，事实就是事实。事实不是科学，因为事实不是假说，事实就是事实。事实与科学是两个概念啊。例如，以下这个论断，一和三这两个数字都是整数，也都是质数，这样的一个论断，它不是假说，它是纯粹的事实陈述啊，所以它不会被推翻的。第二个呢，是科学理论被验证之后，在被推翻之前，常常被当作事实。常常被当作事实，那比如人们曾经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现在我们知道事实正好相反，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第三个呢，是这个科学呢是由事实构成的，但仅仅事实本身也不见得能够构成科学，就是好像房子是用砖头造的，但不是仅仅把砖头堆在一起就可以被称之为房子了，OK。好，我这里的这个 PPT 翻得真慢了，还没有看到下一页。这一页我都讲完了。OK，那么这个伊里夫己呢，是一个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课程。我没有花多少时间详细讲解 falsifiability 可证伪属性这个概念，需要听众。自己花一点时间去研究、检索、思考，并实时运用。上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过，一个人的判断能力与他拥有多少正确观念啊，sorry，与他拥有多少正确概念有巨大联系。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概念之时，比如刚才呢，上节课我们提到的可证伪属性，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清楚，因为那些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的工具。一个人的工具越多，越善用工具，这个人的能力就越强大。声音比较小是吧？这个 PPT 完全翻不过去哈，我刷新一下，重新进来，好吧？人类与其他动物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类不但能够利用工具，还可以不断改善旧的工具，发明新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人类不仅能够发明制造实体工具，也能发明使用改善越来越多的虚拟工具。比如，互联网就是一个目前人人都在用的虚拟工具，它太广泛了，乃至于整个就是一个虚拟世界。每时每刻，在座各位都在使用大量地使用虚拟工具啊！你们看到了，如果比如操作系统，比如软件，尽管我们也一样离不开这些实体工具，例如螺丝钉、瑞士军刀等等。而概念本身也是一种虚拟工具，越是重要的概念，就是越重要的工具啊！
在这一页当中我们看到的工具大多数同时是重要的概念。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人不可理喻，这个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完全没概念，也就是这个原因了。为什么新浪微博很垃圾啊？终极理由只有一个，他根本就没有开放的概念。为什么那么多人用啊？因为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更不缺的是没概念的人。那李老师你怎么也用啊？没办法，我也想只用 Twitter， 不过方校长活得很健康，没办法。那么本质上来看，重要的概念要远比另外一些我们今天时时刻刻使用的虚拟工具重要的多。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也体现在同样的方面，我们拥有理解并使用更多的虚拟概念。今天这个 PPT 肯定是有问题的，漏掉了一页。比如低级动物不知道什么叫成功，他们只不过凭直觉就能判断自己是否足够强大，所以他们只有强大的感觉并没有成功的概念。低级动物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他们本能的满足，追求满足，所以他们没有，只有满足没有幸福的概念。别说其他动物了，人群之中绝大多数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对他们来说那种关系只不过是相互依赖而已。我们常说穷乡僻壤出刁民，为什么呀？在那样的世界里只有弱肉强食，而法治民主对很多人来说听说过没见过。我在帝都生活了10年，就有一个感受，这个地方看起来繁华，其实就他妈的是个穷乡僻壤。 OK， 那我们有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人们普遍倾向于回避重要的概念呢？而且为什么越是重要的概念越是引发越大程度的反感呢？哥白尼证明了日心说之后并没有人在意，有个小伙子叫布鲁诺四处宣扬，最终教廷在1600年400多年前烧死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到了今天都有很多人依然在嘲弄他是个猴子。第二节课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美国的 Monkey Trial。 那么别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陈年谷子旧芝麻，你到网上看一看有多少人对转基因这个东西咬牙切齿就知道了。我有时候就非常弄不明白，一群一生病就吃臭皮鞋的家伙们都觉得转基因有问题吗？其实终极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很多重要的概念违背直觉。如果你认真学过统计概率，就知道那些违背直觉的重要概念有多么重要了。这个学科很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是人类长期以来与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抗争的结果。大多数人面临未知的时候脑子不够用了，也就没什么办法，算命去了。所以我们的语言当中对于未知的未来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前途未卜。也就是说明天怎么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来得及去算卦。但地球上有另外一群人不信邪的，他们经过长期的挣扎发展出一整个学科叫统计概率。在这里呢我们又要提到一个人啊，所有的课程当中我们反复去感谢那些曾经为我们把事情想明白的人啊，这个人呢叫费马，皮埃尔德费马。大家知道的费马大定律、费马猜想就是这个人提出来的。这个人呢1601年出生，就是布鲁诺被烧死的第二年，终年63岁。这个人呢太聪明了啊，也太博学了，他职业是个律师，闲着没事的时候才去研究一下数学。17页中叶的时候呢法国宫廷里呢流行玩投资游戏，
就是也有人管这个骰子叫骰子，那就是那个骰的骰子，打麻将时候大家都用的东西，对吧？在这个游戏中呢，有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具体怎么回事说起来倒也复杂，简单来说反正就是违背直觉，跟大家想的不一样。于是呢就有人去请教当时的大数学家帕斯卡。其实啊，这个帕斯卡也没弄明白，不过呢帕斯卡有个好朋友，就是这个费马。费马是很多科学家的好朋友，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人太聪明了，什么都能想明白。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压根就不通明理，想明白了也懒得写书啊。那么这个2011年8月17号的时候呢， Google 做了一个 Doodle， 那就是大家看到的中间黑板这一块，对吧？然后呢有一段话，那这段话呢就是当时啊这个费马提出猜想啊，将一个立方数分为两个立方数，一个四次幂分为两个四次幂，或者一般你将一个高于二次的幂分为两个同次的幂，这是不可能的。大家不要以为哈，我懂哈，我也不懂，对吧？关于此，费马说，我确信已发现一种美妙的阵法，可惜这里的空间太小，他这个书边上空间太小，写不下，然后他就没写，对吧？这一下哈，全球的数学家们挣扎了300年啊，才证明了他的猜想。这人呢就这么聪明，这段文字哈写于1637年。啊，当时呢他只有36岁。费马就是这样随性的人，后人常常呢把笛卡尔当作解析几何的创立者。其实啊，笛卡尔最早的时候啊，主要是跟费马这个人呢啊通邮件啊通信，对吧？去讨论问题。从笛卡尔与费马的书信记录来看呢，费马才是真正的鼻祖，笛卡尔只有向他请教的。在1654年前后呢，这个大数学家帕斯卡，就是宫廷那帮人去求教的数学家帕斯卡，跟费马呢有大量的书信往来。现在看来呢，就是现代概率论的开端了。那1657年的时候呢，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赌博中的概率计算》，被称之为哈当今概率论的先河，其实也是跟费马通信的结果。你看这个人太牛了。那大家读过一点概率论的话就会知道的，概率论让我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独立事件，是吧？而这个概念就是经典的违背直觉的重要概念的例子。抛硬币，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概率是一样的，各为二分之一，并且抛硬币本身是一个独立事件。什么是独立事件？通俗地讲，就是该事件不受其他事件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你连续抛了100次硬币竟然都是正面朝上，可是下一次，也就是第101次抛硬币的时候，正面朝上的概率依然是二分之一。这个概率二分之一并不会因为你之前已经抛了100次并且都是正面朝上而发生变化。相信大家都学过，但是呢独立事件这个概念，即便是学过，也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违背直觉的，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并不接受。违背直觉的重要知识有多那么难以普及，对吧？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地球上呢，有一个比卖淫嫖娼、贩卖军火还大的产业，叫赌博业，或称博彩业。美国人呢玩的叫 lottery， 香港人呢玩的叫六合彩。那么按照六合彩的规则，在49个号码当中选6个号码，一共有多少种可能性呢？大家看看这个数字哈，一共有1,398,3,816种可能性，对吧？也就是说哈，如果你每周都买一组不相同的号码，一年呢有52周，那么则要经过268,919年才必然有一次中奖。这个概率和你在半米高的床上睡觉一翻身掉下来竟然摔死了的概率差不多。
这里面有多少违背直觉的这个现象呢？我们来看哈，是这样子的，即便你在268919年间一直买同一个号码，中头奖的概率还是如此低的。如果你有能力理解概率理论，那么你会明白那些整天买六合彩并且呢整天研究各种幸运号码幸运组合的人有多可怜，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买5 9 13 25 36 49这样的组合与买12 3 4 5 6这样的组合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哈，某种意义上来看，整个博彩业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欺负傻逼的产业。这个产业天长日久，因为一代的傻逼死去，另外一代的傻逼茁壮的成长，生生不息。这个产业最令人看好的理由是，所有被欺负的傻逼坚决不相信自己的行为就是傻逼的，他们总以为自己有能力去改变那个概率。大家知道吗？香港的六合彩是政府办的，当然了，香港的六合彩还算好的，大陆的福利彩票、微彩票更不用提了，啊，不仅欺负你，还要玩命欺负你。这个产业有多，这个产业有多么强大呢？我们在网上根本找不到香港六合彩的准确销售数据，你知道为什么吧？还好，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啊，有些数据必须公开，所以呢，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得到美国的乐透彩的一些数据。2007年，仅美国密西根一个州 ，Lottery 乐透彩的销售额为53亿美元，销售渠道成本大概为2/3，最终乐透彩的销售纯利大约超过17亿美元。大家要知道，美国人口密度很低，香港人口密度很高，香港的人口数量跟密西根州的人口数量相比多多了，所以六合彩的销售额很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高。那么国内的福利彩票呢？有公开数据告诉我们说，据称2010年的时候，福利彩票累计销售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人民币。不过我个人是不相信这个数字的，中国的数字都是经过处理的，对吧？我很怀疑这个数字后面再加上一两个零才对。过去呢，这个著名作家，对吧，叫马克吐温，曾经讨厌统计数字，他说 Statistics Lies Damn Lies And Statistics， 什么意思啊？谎言，他妈的谎言，然后才是什么统计数据。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是有很多可靠数据来源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数据实在是太难以获得了。但是呢，大家看到了哈，美国一个州的乐透彩销售额就是53亿美元，纯利就是17亿美元，对吧？那么这种支出，这种政府收入可以被称之为傻逼。这个愿支付的谁逼你买了？你自己愿意的，人家诱惑你，你就心动了，活该啊！当然了哈，这么好的行业通常轮不到哪个天使投资人去投资的。现在天使投资人这个概念很火，其实大家不知道，天使投资人本质上来看就是草根，那些真正牛逼的产业早就不是被政府就是被黑社会占领了，而且措辞都不一样，不是占领啊，而是垄断啊，沿线挖一道沟断了你的念想，这叫垄断啊。 OK， 所以呢，这样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应该尊重知识，我们就应该尊重科学，啊，以理服己不是为了别的，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更轻松一些，对吧？不去交那些傻逼税，千万不要对求职产生怀疑，求职是为了了解真相，
真相往往违背直觉，对求知的人来说，这其实是应该最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要憎恨改变，也不要相信读书无用，跟着感觉走最危险了，千万别不相信，让那些让读书无用的人继续傻逼地活下去吧，他们天天交各种傻逼税，就算他们不买彩票也会掉进其他的陷阱，不断掉进各种各样的陷阱。相信我，生活当中最大的成本来自于无知，其次是无产。 OK， 今天的时间很快哈，马上就到结束了，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那么今天我跟大家沟通的哈，有一些特别简单的道理，虚拟工具往往比实体工具更有用啊，越高级的动物拥有越多虚拟工具，而最重要的虚拟工具是概念啊。另外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仔细哈看一看这个人的传记哈，关于他的文章。比尔德·费马是个极其牛逼的人物啊，博采呢是一个欺负傻逼的人，对吧？大家看到了，一定要尊重知识，对吧？一定要尊重科学，对吧？不要相信读书无用，不要让那些人把你带到阴沟里，你要走自己的路，你要看自己的书，你要改善你自己的生活。OK，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谢谢。